这个人呢，现在尤其被外物所累。那我们说到马列主义，讲物质决定意识。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，我们反观一下：自行车、手表，你要什么要？那这些东西是发明家以及科学家的想出来的，什么都没有想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用大脑、用意识来创造出来的这些东西，人本身啊，它是意识跟物质是一元的、不分的，但是要有一个先，一个后。如果人被外物所累，那古话讲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。人求的是自己是一个主宰，身心的愉悦，外界所有的东西，以及钱财、名利、权欲等等，不能主宰自己，反客为主，本末倒置，舍本逐末。这个是不对的，所以说今天就颠覆了啊，这个观念。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强调一下，这个科学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，已经隔行如隔山，已经显得特别的明显。他这个动不动就专家，我是专家，听专家的，专家就是专门害人家呀。他只知道少少中的多多，而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、普通人，要明白多多中的少少。中国人，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思想，他要通才，要一以贯之。那拿什么来一以贯之？我们下面就开始引入《易经》，中华古老的思想，宇宙的一切自然的规律。